快走吧，安心读书，训练的时候注意安全。你好好的。佟冬姐，你为啥不给我回信啊？又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好写。可是我有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的每一片风景，遇到的每一件小事儿，见过的每一个人，我都想马上告诉你。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！我心里想着你，才有劲儿学习。佟冬姐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写三封信，你只回一封，公平吧？再说了，妈又不会写信，我总得知道家里的情况吧？写信可以，但只能写家里和学校的事情，不许再写那些乱七八糟的。行，只要你给我写信就行，就算你给我写病历，我都爱看。我看你啊，就是病得不轻。那你说话算话啊，记得回信。